从今以后，你别想再让我叫你爸爸，你不配。小木啊，你要坚强一点，我和你妈妈都希望你快乐。你妈妈出事之后，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。以后外婆不在了，你也要好好的。难道连外婆也要离开我吗？乔德强，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小木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看到那个帖子了？什么帖子？就是这个，我也是刚看到的。你说该不会是萧晨？这是谁诋毁本姑娘？我可是良家妇女，不就是一场误会风流的一夜吗？要能月入过万，我还担心什么外婆的医药费啊？那个照片还真的是你？天啊，木木，你真的做那种生意？你妹啊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说也是，你就算要报复萧晨，也不能自甘堕落啊。这照片到底是谁拍的？我又不是什么明星，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偷拍人员拍我的照片啊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们什么关系？我看他好像很不一般哦。他叫许亚成，我的手机就是因为他丢的，你可别瞎想，我就是那天喝醉了才。啊，天哪，那个男人看起来很帅哎。木木，你不考虑一下？小木，一看萧晨就没什么好事，我下去看看，免得他在瞎折腾。你找我又有什么事？你看到帖子了吧？我只想知道你和照片上的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那帖子是你发的吧？萧晨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来问我？你不是不怕吗？我现在拿出了证据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小木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就算我离开了你，你也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啊。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我不管跟他什么关系，反正跟你没关系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女朋友叫陈娇娇。小木，我发帖子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为了我堕落。只要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我气不气？谁让我之前没看清眼前这个渣男呢？嗯、啊，请问您是乔小木小姐吗？我家少爷有事请您前去一叙。你家少爷是哪位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身为许家的管家，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有什么资格为少爷办事？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什么许家，我还有事就先……乔小姐，这是您的吧？还有，我的少爷名叫许亚成，难道您真的不记得了吗？许亚成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大本事，还有管家？乔小姐，如果想起来了，那就请上车吧。要不就去看看吧，我现在可没什么钱买手机啊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没看出他不愿意吗？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我是他男朋友。萧晨今天怎么回事？这么爷们儿？正好，干脆将计就计，摆脱那个许亚成。天哪，我知道了什么？我家少爷居然睡了别人的女朋友。听见了吧？我不去，你还是走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乔小姐好自为之。好了，既然没事了，我回去了。小木，你原谅我了是不是？刚才你都没有反驳我是你男朋友的事儿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让他再快活几天吧，接下来怎么做就不用我吩咐了吧。